我呢度都好味啊！好正，佢系人。系用那个韧劲的，我都食得好干净，好饱啊！我觉得而家要慢慢行下街先。小开，咪过滤紧，过滤紧啲，过滤得空气嘅冷汗。我讲咩啊？过滤空气嘅冷汗，即系乜嘢？点解醉咗？我清醒嘅啦，清醒嘅，过滤空气嘅冷汗。好 creative， 我未听过咩叫过滤空气嘅冷汗。微分，哇！呢、這个正，呢、這个正，正正正正正。Thank you。呢一度。超美味しい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得一啖喎，你唔驚熱咩？即係頭先一路話唔食，因為夠驚噶，以前食過一次唔食。好餓啊！係嘛，好食啊！咁買咗呢幾樣嘢嘅。This is Michelle. Hi. We're gonna hang out in Hong Kong. Yeah. Oh, 笑哦。紧张哦。哎，拍这个贴纸机，血压会上升。其实一阵间咧，其实我哋呢个颁奖仪式就开始啦。工作结束了，哇！原来去日本真的好累哦。我是在，因为每天都要走很多很多的路，不停的逛街，不停的吃东西，然后在工作那个空隙还有一个小时时间，还要跑出去去买那些药妆品。其实买来买去呢，当然我这里很多都是哈、啊、这次买回来的东西，当然什么都有了。其实没有买什么衣服哎，大部分都是我在药妆品里面买的一些护肤美容的小物，给你们分享一下，我这次都有买一些什么呢？先说零食好了，其实我没有买太多零食，我最后在机场啊，等一下要给你们看我买的 Tokyo Banana， 然后还有就这个啊，这个是那个卡乐比的薯条，就在元素买的，因为它这个就是在那边限定才有的，一包里面有八袋，然后全部都是不同的口味，像外面写的这个是北海道限定，然后这个是九州限定。所以呢就还蛮特别的，是在元素那个店才会有的，而且它一小包就一点点，就几条，所以吃完那个罪恶感也没有那么强。像这一支眼睫毛膏我在日本买的，它是美宝莲，是在眼睛上的时候觉得它很好用，然后我就买回来还推荐给他们，他们也觉得都很棒。因为它里面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刷头啊，怎么讲，它的刷头就是比较硬，
刷上去的话，像我今天这个眼睫毛，你可以看，就它就一整天它都不会掉下来。然后还要买，在日本就是其实香港也有啦，可是就是要去日本买。哎呦 ，One Day Tattoo 他们的眼线笔，还有他们的就是眉笔啊，这一支呢是说是防水的眉笔，然后这就眼线液。当然还有就是热眼睫毛夹的，像我自己平时你们看我之前的 video， 我是用一个就是 Panasonic 紫色那支，那支就这个款比较旧了，可能现在比较难买到，然后这次我就买了一个新的，不过还没试，我之后想试一下看它到底好不好用。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收，它可以收起来，然后样子也蛮特别的，而它上面哦会有一个，就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头，可以让你的眼睫毛再刷开，还有不同的步骤给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想试一下，看看它有多好用。当然还有 MJ 的这个另外一个眼睫毛膏，这支也是我自己用了很久的，用入手很多支的一个小小支的 hair spray 啦。那这个牌子其实我没用过，然后这次也是试新了才买的，非常小支，像平时如果是一个一两天的 trip 要出国的话，然后带这种也很方便，就不用带每次带一大支。必须一定要买的在日本龙角散非常的有用，就是你经常讲话或者喉咙会经常不舒服，喉咙有点发炎都可以吃这个。然后这粉红色就很方便，它就可以一袋拿出来，然后你就带出去的时候撕开它倒进去喝就好了。那当然还有一种原味的，我觉得它那个就是药性会比较强的，就这样蓝色的一盒。然后还有我有买的这个美白丸，这个是乐童推荐让我买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吃过，然后有真的变白，不过他天生就很白啊，不像我天生就是很容易被晒黑，所以我这次就先买了一罐，我也想试一下看看。感冒药也是别人推荐的，说非常的好用，然后我就买了，这是100粒的，如果你有发烧啊或者感冒的时候就吃3粒。还有口腔溃疡贴贴，好，这些都是跟风买的，别人都说好用的就买。好，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袜子了。那我这次其实没有买太多，我只买了4双哦。QQ 买了10几双呢。那4双都是不一样的，先给你们讲一下这3双好了。那这3双都是压力袜，你们看一下哦。那买压力袜的时候，其实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那个压力有多少。那先讲这一双好了，这双是我第一双买的，因为我看到上面有写帮你的那个给盆骨。就是你的骨盆的那个位置有设计过的，然后就让你可能穿的会比较舒服。那它的压力呢，就是大腿是8，然后小腿是14，然后脚腕是16，是这样子的一个。那这两个呢，就是非常出名的这个牌子，就是专门出压力袜的。那这一个呢，它就是大腿是10，小腿是16，脚腕是20，那这个感觉是会发热的，所以穿的可能冬天穿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你的脚没有那么凉。那这个就很厉害了，这个它的压力是那么多双里面最多的，它就是大腿有13，小腿有16，然后脚腕有24，所以这双它的价钱是它的好像2x有这么多。女生爱用的小物，那这个的话你看它有贴在你的腹部前面，就可能是来月经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痛嘛。那当然它也有出别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贴脖子啊，贴肩膀那些。那这个就很特别，我只买了一片，因为我还没试。它这是让你贴在卫生棉的下面，很好笑哦。不过就贪心现在去那里都什么都想买一下。对，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 cream。而其实这个其实它是法国的一个牌子啊，不过在那边药妆店有看到价钱比较便宜，因为其实还是因为他们的汇率现在比较低，所以就会买很多，有的没的。这个也是啊，在那边买的是一个清洁的一个泥状的一个 mask。 哎，我的最爱 Rilakkuma， 就这次在 Rilakkuma 没有买太多的东西，我只是买了一些，就真的像这个就是储物，就是可以放东西的，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打开是一个盒子，我可以就是在家里面做储物的。其实我平时真的很少买这些玩具了，就是公仔这种东西都是就是超级可爱的或有用我才买了。这些啊，其实我家里都有，这种也有，这个也有了。然后我想买这个，不过它卖完了，装饰而已，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这有作用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挂在车上会不舍得挂东西啊，如果断了怎么办？如果现在我在加拿大自己开车的话，我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都买了。然后还有买这个袜子，这个袜子是我冬天非常爱穿的毛巾袜，
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冬天在家里面，我都会把它们就当成那个拖鞋在穿，然后每天就换一双啊。因为在家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很暖嘛，每天换的话，那个也并不会让你的袜子变得非常的脏。所以我冬天整个一个抽屉里面都有很多这样的毛绒的袜子。然后这个在那边买也是很便宜，三双的话好像是，三双是不是1000啊？然后我反正平均下来每一双袜子好像30块港币都不到就有了，所以我就买了。那不如说一下我这次去了那边有几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好了。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牌子的一个面膜，它是一个有美白成分的，是一个香港的品牌，它叫Vital， 你用完以后立刻感觉整个脸的那个光泽度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它的保湿功能也非常的好。然后这是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这一次 特地想要推荐给你们，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 mask。 还有就是神仙水啦，那因为这次我们的活动其实主办方就是 SK2， 然后去到那边它是跟 YouTube 一个合作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神仙水可以用，然后它也给我们小小支在旅行装那种。最后当然还有 QQ 的这本书，那见面相处了几天以后，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哎呀好爱你哦 QQ， 因为他就是有非常多的正能量，有创造力，心也超级好，超级善良的一个女生。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以后，你就会更加的觉得说怎么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女生，在她身边你会受到这样的影响。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实用的东西都告诉女生，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更多的东西，要充实自己，让自己生活得很自在很有自信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可以感受给别人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女生就可以看一看她，我觉得自我增值一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其实这次活动我最大的体会就是遇到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些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些创作者，然后我觉得是非常的欣赏大家的，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自己去创造出来，然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其实你们看到的真的是几分钟，你们觉得很容易，可能在家里面塞一个机器就拍出来，可是当你做了久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在背后付出了是非常多的时间，纯粹是很想跟你们分享我们心里面的一些东西。快乐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也是分享给大家的快乐，也是我们想要的快乐。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每一个在网上面做的创作者，也包括我在内，因为背后会有很多的压力，而且会有非常多的不眠之夜。好了好了，拜拜，谢谢你们的支持。哥斯拉大恐龙酒店。